角落那个是 OK， 可以可以，没问题没问题。电脑，知道你休息费是很久了。那个灯可不可以稍微再弱一点，因为我看不到歌词。好，因为有一点迟疑，不好意思。OK， 好。再来这一首，其实我今天唱的歌、准备的歌有一些都是我那个年代，然后如果是在跟我那个年代的，应该都听过这些歌。这个的歌都是我以前非常喜欢的，对，很有感觉的一些歌。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。哇，这个我胎教的时候，我妈妈唱给我听的，好久了。看不出来。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，希望大家喜欢。
快了快了。